那今天这个举办这个记者会呢，当然还是要请这个高层呢来代表送上一个很好的祝福跟一份很棒的小礼物。那请大家欢迎的是我们这个华谊唱片大中华区的总裁，欢迎何燕玲女士，林大姐。林大姐啊，哦，我觉得看着佑嘉这样这几年来成长，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奇才。他是来自星星的佑嘉啊，他的脑袋对不对？他非常有想法，那我觉得公司也一定会尽力去支持，然后一起完成他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棒，有很多很不同的想法，我们要尽力去实现。好，所以呢，这个除了呢，这个代表唱片公司给他背后最大的强而有力的后盾之外呢，今天要送上一个蛮有趣的小礼物啦，对不对？需要麻烦这个工作人员代表我们这个工作代表华谊唱片把这个礼物给送上来，是有寓意的哦。因为呢，提到我哟，这一次是口的形状，所以呢，送上这个黄金铜钱。哎，欢迎你要去效果的歌，就是我们希望说这次是华研出品。又属佳作，把佑嘉的名字，佑嘉对他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就是应该是华研跟佑嘉我们一起联手，嗯，我们打造这个非常难忘的演唱会。那接下来他的音乐作品，那也会是佑嘉，我想就是找到另外一个出口之后的新的代表作。好，所以呢，我们就麻烦这个工作人员先帮两位的保管一下麦克风。